那一早起我都跳起来吃了，对吧？一锤子倒早了，你吃不着呀？妈妈是味道味。小孔雀清明节出的满是味孔雀。往上走啊爷。我钱啥不够也不要。要吃好这儿的。这个敲敲王。下要买了食物才下的时候。多少钱那个饼干？三块钱三袋。多少钱？5元三袋。来，是啊，咱买点包啊。我就回去了。还去吗？福林，来哟，大婶你谁来？你上。那我买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咱们这个呢？多少钱？